是阿寇，很高兴大家在网络上帮我集气啊，还是说帮我宣传，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前十强喽。对，然后我希望以后我可以在这里学到更多的彩妆知识啊，还是说服装的搭配，再分享给你们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恩琪，那很高兴我这次很顺利可以进入到决赛。经过这一次比赛啊，就是编辑有告诉我们说，镜头是让自己变美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变得比较害怕镜头，然后让自己就是放电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奈，然后很高兴可以进入前十强，然后我就看了更多的杂志，然后模仿很多 model 们的一些 pose 的表现。我很喜欢这个舞台，也谢谢有这个舞台让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梦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胖，真的很荣幸可以来参加 Choke 部落格 Model 的选拔赛，那也非常荣幸可以进入前十强。我很喜欢妞妞，因为之前都会每个月去买那个 Choke 恰女生杂志，然后都会看里面杂志介绍的内容，那希望就是南部的朋友可以多多为胖胖加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子君。我们现在在比 Chuck 部落格 Model 比赛，然后我进了前十强，就是整个在意料之外。然后前十强压力很大，可是我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林佩莹 Ruby， 真的很高兴可以入围十强。然后就是其实没有想到说就是入围十强了，因为成为就是杂志模特是我小时候的梦想。小时候啊，我的杂志就是比我的教科书还要多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雅珍 Sally， 然后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。然后从以前就蛮喜欢长谷川伦，所以希望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小希。这一次呢，非常开心可以入围 Chuck Blogger Model 的前十强，耶！然后即将要走上伸展台，其实我的心情还蛮紧张的。自己除了部落客的这个身份之外，其实小个子也是有机会可以当上模特儿。我是小草，然后身为一个部落客呢，我今天终于进了 Chuck 女生的决赛，我觉得非常荣幸，也非常开心。那请大家多多支持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然后很荣幸可以入围这次的前十强，真的非常荣幸，也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你们，就是希望可以让身边所有人，或是所有看我部落格的人都可以跟我一起爱漂亮。十月五号 CGC 的舞台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支持我们。十月五号，我们 CGC 总决赛见喽，等你。